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透过蔚蓝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一同来欣赏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今天的开幕战呢是在台中台湾体大体育馆的来进行，今天稍后呢要来进行两场比赛啊。首先是编号第一场比赛呢由台啤来出战是达兴，紧接着在开幕典礼之后呢还有编号第二场比赛的开幕战呢要由福原建筑的来出战是富邦勇士队。那么从此刻开始呢，蔚蓝电视网呢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首先今天为大家转播的第一场比赛呢将是要由台湾啤酒的来出战是达兴工程队。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呢是由明球平，同时也是联网版的资深记者李医生，以及我张立群，还有全体的工作团队呢为大家带来讲解以及解说的服务。球迷你好。你好立群，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稍后呢这两队的比赛呢在下午的五点钟呢就即将要正式的展开了，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频道呢来欣赏这个精彩的 SBL 超级篮球联赛哦。那今天第十二季的 SBL 超级篮球联赛前两周的赛程呢是在台中的台湾体大体育馆的来进行。我们一开始呢先来介绍的是台啤队，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啤呢在上个赛季拿下第三名的成绩，上季他们的平均得分呢是来到78.5分，平均失分呢则是73.3分。这个赛季呢台啤队主要球员的变动上面呢加入的球员呢有林瑞坤，另外还有选秀状元周伯勋来到了台啤，再加上新秀蒋玉安以及陈兆宏呢来到了台啤队，离开的球员呢则是有陈汝群，另外李俊伟、王嘉明、潘仁德，另外陈泽宇以及苏奕杰呢则是到了富邦勇士队。这是在这个赛季台啤队的所做的人员变动。别的队的战力也一定在增强中，他们的球员尤其今年选秀也一定在补强中，那我们还是以希望能够达到四队的季后赛哈，那胜率我们也希望有50%以上。当然球队的临场的表现加上我们的洋将 O'Brien 是去年大家配合过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打起来应该会蛮得心应手的啦。那当然最终目标能够进入总冠军赛，也拿到总冠军。当然蒋玉安就是一个在大专蛮出色的一个控卫，他们身体比较单薄一点，我们希望在后卫群里面从苏杰离开以后能够加强我们后卫的控球的能力那陈兆豪有他的高度在，当然经验上稍微嫩一些了。那在内线方面我们当然需要有很多的好的球员加入，让内线里面我们不管在篮板或者防守都增加很多的一些防守的力量了。那今年我们当然希望从去年的第三名的成绩能够继续往上，那希望能够打进总冠军赛，这是我们期许的目标。第十二届超级篮球联赛，我们准备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上个赛季也进入到季后赛的达兴虎队，老虎今年要发威，那冠军赛呢是不是能够进入呢？尤其他们现在属于后田磊的时代哦。上季呢达兴虎队拿下了第四名的成绩，上季平均得分是79.5分，平均失分呢则是77.7分。那加入的球员呢则是有金九过来的严正宏，另外有陈耀廷，再加上新秀周怡翔达兴虎队呢是在第一轮第四顺位呢选到了非人型的周怡翔，另外再加上新的洋将 Navel Paul。那么在离开球员部分呢，大家知道田磊呢是离开了 SBL 呢，他到了中国 CBA 去发展。另外王志群呢，林玉阳呢则是也离开了这支球队的，王志群呢则是转成了球队的训练员。那么至于呢这个达兴呢，在整个他的球员的洋将的部分呢也做了改变。至于田磊的离开，我想这两三年他在国内，那包括达兴队、中华队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啦，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在调整，没有他的时候，因为这两三季都是这种状况。那这个位置应该会由比较有经验的岳盈利来担任。那当然我们今年在选秀会上选到了周怡翔，
那周韵翔本身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在锋线来讲，不管他的身体对抗性或者是切入啊外线等等都有一定的水准，所以我想今年周韵翔在加入我们达新队之后，在我们锋线的高度啊与速度上会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期许当然就是总冠军嘛，这几季来都是保持在季后赛的强度，都是有有争总冠军，可是到最后都是没有坚持到最后，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达新队的球员可以坚持到最后。第十二季超级篮球联赛，我们准备好了。好的，从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开始呢，我来电视网重新回到 SBL 的转播行列哦。所以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开始哦，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新的动画，另外还有新的视觉效果哦，给予大家在看球之前呢有非常棒的一个声光以及视觉上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响应的哦。那当然在赛前，我想两队的总教练也都谈到了本赛季的一些重点人物哦。那另外我想大家也会把焦点呢，因为田磊离开之后，现在达新也正式进入到了所谓的后田磊时代，大家会把焦点放在刘铮对决周韵翔两个身上。当然刘铮是目前 SBL 的看板人物，而周韵翔是今年达新所吞下的大力丸，也是人气最好未来性最高的一个超级新人，所以这场比赛看刘铮跟周韵翔两名新生代的飞人对决，是今天球迷最大的福气啊。对，虽然周韵翔今天据了解并没有被排在先发啊，但是实际上教练对于他的期望哦还是非常的大。好，我们来看一下两队所排出的先发球员，在台啤的部分呢有刘铮，另外有上个赛季的最佳洋将了 Patrick O'Brien。搭配的是左崇凯、林瑞坤以及老将尚伟凡，这是台啤队的所排出的先发五人。那至于呢，在达新虎队的部分呢，所排出的先发则是有赖柏林，再加上杨将 Pale， 另外前场的部分呢，则是有岳盈利以及张志峰以及擅长得分的林冠伦，这是两队所排出来的先发五人。那其中在达新的部分呢，达新的今天的先发后卫呢是用赖柏林呢来取代罗玉群，那么赛前呢，徐超教练表示说。他说罗玉群呢比较喜欢从替补来出赛，再来就是他上礼拜在练球的时候脚稍微扭一下，所以这是他今天选择赖柏林让他先发，不是罗玉群先发的原因。罗玉群其实过去几年他从替补上来打一个一号跟二号位置的摇摆人，他的功能性跟效率打得非常好，所以把他摆在板凳，对于整个达新队替补的深度以及效率应该可以带来比较大的帮助。是。好，你现在所看到这个镜头哦，我们一般的叫做 Camel Cam 哦，神盾级摄影机哦，这是可以从画面的右边整个攀到画面的左边实际上这个是在篮筐的上缘当中，这边类似像掉了一个钢丝一样，那这个摄影机呢就会缓慢的移动，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可能不是像小牛队哦这个所谓的360度全景的哦，但是也可以让大家用这个看Cable Cam 的哦去环视整个球场上的画面。加油加油！我们导播说简称叫飞猫，它真的非常特殊哦。好，这场达新呢出战台啤的比赛呢，这是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编号第一场比赛，现在即将正式展开。那今天有两场比赛要来进行。那晚间呢，在开幕典礼之后呢，预计呢是7:30，则是有璞园建筑要寻求4连霸的璞园来对上是在这个赛季耳目一新改名的富邦勇士。在台中体大体育馆，台啤出战达新的比赛，也要在两名洋将了 ，Patrick O'Brien， 另外 Navel Paul 两个人在。跳球之后呢，正式点燃第十二季 SBL 的序幕。第一节比赛开始。一开始，刘铮就掌握了快攻机会。哇，这样的速度就是球迷最喜欢的。对，这个跳球正好的落点呢，对刘铮来讲也非常有利哦。达新一开始的防守的确是疏忽了一点哦，因为没有想到说这个球的落点会在那里。不过今天对两个队来说，团队默契都是一大考验。台啤先发控球，从苏奕协换成了林瑞坤，所以呢必须跟团队来做磨合。而
佩尔是今年打新队的洋将，跟去年 Okasa 不同，所以呢彼此之间还要重新来适应。哇，一开始两队在新赛季的第一个 field goal 都轻易拿到，打新这边的是月令标记的三分球，刘铮走底线没有机会再出来， O'Brien 中距离，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哇，看到没有，他们在季外每个球员都练得非常好，球员的专注力在一开始就可以打出来哦。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基本上你刚开季，而且又来到一个就是不是很固定的一个场馆嘛，本来可能都会要花一点时间来去适应呢，或者是寻找投篮的感觉。那如果两队能够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入到状态的话，我想教练绝对会非常满意。这表示心体、心理、身体还有整体的体能都准备得非常好。尤其是 off season 之后，这场比赛第一个有哇，又是刘铮的超级，刘铮把球给抄掉之后，前面快攻机会放进两分。上个赛季他是 SBL 的超级王，哇，他是上季的 MVP 哦。达西的进攻，底线再 recover 回来，要走底线的时候，林冠伦的吸引到尚伟凡的犯规。我们来看这一球，哇哦，传球的路线完全被刘铮给判断到了，这也是赖柏林在经验方面必须要做出的调整。赖柏林上个赛季就来到达新队，其实他跟队友之间的熟悉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达新这边很快就换人了，赖柏林现在已经是下去休息了，现在把背后二号的李炳宏换上来，高调给蓝底下，佩尔再把球给拉回来，裁判哨一响，要吹的是台啤队的犯规。两名洋将的风格截然不同， O'Brien 是打的是经验球，他靠的是技术跟脑袋，而佩尔靠的是体能跟破坏力，所以呢，你看他这种爆发力真的让老头子的 O'Brien 非常难以适应。那佩尔呢，上个赛季呢是在 NBDL 的这个发展联盟。那 Patrick O'Brien 大家都知道，其实当年呢他在 NBA 选秀会哦，其实他选秀顺位其实蛮高的。那上个赛季哦，其实这个 O'Brien 在台啤也打出了最佳洋将的身手，也一度哦吸引到亚洲哦其他职业球团的注意。一个21岁，一个31岁，当然两个人的年纪跟经验的确有落差。当年佩尔呢在高中的时候呢，可是跟现在哦牛奥良鹈鹕队的 Anthony Davis 是并列哦，就是当年高中哦最恐怖的两位常人之一。6-4，现在回到台啤的进攻，林瑞坤现在防守他是李炳宏。尚伟凡再会给刘铮，现在是张志峰守刘铮。哇，一开始这个防守的强度完全有出来，传球发生失误，达新成功的防守。在整个战术端，台啤走的并不顺畅，他们刻意要在高位做两次的挡拆的配合，但是达新队的防守的压迫性很够啊。林冠伦开始启动。这个球再勾出来，那目前这个阵容是冠伦打到一号位置，李炳宏换成二号位置，没有错，因为冠伦他擅长来攻击篮筐，所以李炳宏上来之后，他就是上来来扮演一个控球后卫的角色，运用他的角色转移，让林冠伦来打一个二号位置。O'Brien 再进去准备要单打，转身用时间差没进。那达新其实很快就确定他们的洋将哦，所以。佩尔基本上应该不会有跟队友搭配上磨合太大的一个问题。佩尔从今年暑假就已经来到这那个达新队，所以呢他对队友的熟悉度，再加上他打过观护杯，也在热身赛同时出赛过，所以他跟队友之间的默契应该没有问题。是，我当然我们在之前的比赛的观察他基本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守右于攻的球员。目前比数呢是8-4，第一节呢进行了将近3分钟，台啤目前4分领先。张志峰再出来，再回给林冠伦，林冠伦起了，出手没进，我岳一令抓到进攻篮板，这投的蛮突然的球出了界外，裁判吹的是台啤的球。其实达新队应该可以把进攻的节奏再拉快一点，以达新的阵容来看，不管是张志峰、林冠伦，还是板凳上的周怡翔、朱义忠，其实都是快速部队，再加上佩尔是一个爆发力跟速度非常棒的常人哦，所以如果把节奇带快，可能对于整个达新队在进攻端，在整个投篮的流畅度方面，可以带来比较大的帮助。是，刘铮带步集体出手，3分球进。
一开始他拿了七分。刘铮哦，只要让他外线投得准，你真的很难阻止他。球队目前攻下十一分当中哦，刘铮就拿下了七分，七分也是目前台啤领先的分数。岳立远投外线出手不进，但配偶抓下进攻篮板。这个进攻篮板呢，对一开始命中率比较低的达兴来讲就有很大的价值了。佩尔懂得把他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就他的爆发力跟第二波的进攻篮板，可是他在进攻端的技巧跟投篮的感觉并不是那么成熟，严格来说他这个低位的脚步也好，投篮的能力也好，是比较粗糙的，所以他靠弥补，靠体能，靠爆发力来弥补他进攻端的不足。篮板球回到刘铮的手上，开局目前台啤队打出一波11-4的攻势，达兴目前还没有喊暂停，刘铮又起了在底线 another one， 哇哦，开局空了十分，现在达兴队要喊暂停。现阶段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超级球星呢，也是中华队的刘铮，在首场比赛的在开局手感热的发烫，从一开始拿到球这个上篮开始，目前他在第一节拿下了十分，包含了两记三分球，帮助台啤14-4领先。虽然还没有到耶诞节哦，但是已经有球迷朋友这个穿着耶诞老公公的造型的来看球。不过我想，任何一个联盟哦，都要所谓的指标性的球星的。当然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刘铮抢了所有人风头。的确哦，刘铮从上季拿下年度的 MVP 开始，其实球迷对他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他不只是能飞赛扣，更重要是他场上的拼劲，让球迷非常的喜欢。是。那达兴喊这个暂停也成功止血的，刚刚是底线张志峰投进14-6。第一节比赛还有5分40秒。左重凯，这边有点点拥挤哦，所以可能要转换边了。再交给 O'Brien 外线出手没进，在抢篮板的时候应该是刘铮的推人抢球。张志峰真的是个老狐狸哦，我们看到张志峰对于刘铮的防守是形影不离啊，他的防守端真的就像刘铮的影子一样，不管刘铮到哪里，透过队友的多层的掩护，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张志峰的防守。是，我觉得张志峰可能要当刘铮的孪生兄弟哦，因为当影子还是让他拿十分，所以可能必须要当双胞胎兄弟才行。所以就再转移出来，李冠伦带一步先晃一下。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李炳宏在底线接应到之后出手不进，吴敏贤地板球送进去交给 O'Brien 再进去怎么样单打，但是被 Pale 给扇出了外面。哇，刚刚这个火锅真的是惊人啊，这种火锅只有在 NBA 看得到，我们再看一次，哇、哦！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往下降，是这个球，我觉得我们的裁判必须要注意，因为这种球是由上往下投的球哦，哇哦，很清楚，那个球已经通过一个制高点往下掉了。我们从高倍速摄影机哦，可以看到配偶他的手已经在哪里。其实他在这个赛季哦，如果说假设达兴洋将并没有做更换的话，他其实真的是蛮有机会来争取攻王的火锅王。岳一力再出来，再交给志峰，张志峰突破，这个球危险，有点陷入到对方的陷阱，差点发生失误。
进攻时间剩下10秒，林冠伦利用掩护之后，这个抛投出手不进，但林冠伦再拿到，再抛一次，还是没有。哇哈，这个篮筐太硬了，所以你看整个达新队在投篮方面一直找不到感觉啊。是周一翔上来了，为队友创造机会。周一翔这个处理非常的漂亮，右边的岳云丽是大空档，没有错，这个球传得非常到位。周一翔其实有处理球的能力，他在高中就是打一个控球前锋的角色。达新或许可以考虑把朱一中给换上来。左投凯，这球再拉一下。哎呦！我达新现在在第一节的面临到是投篮命中率比较偏低这样的情形，这必须要赶快来改善。再回给周一翔，周一翔这边对上是吴敏贤，带一步急停，周一翔。篮板球没有拿到，在禁区勾射没勾进，这就是佩尔的问题哦。他抓得到篮板，但是他球不容易放进去。如果你在离篮筐2尺到3尺的地方的抛投命中率这么低，要靠手气才能够把球摆进去的话，那么佩尔在进攻端就必须要做出比较大的修正。好，现在双方都换人，台皮这边换上的是蒋玉安上来控球，那么达新这边的则是换上朱一中。你知道吗？这里是蒋玉安的主场，对，台中体大就是他的母校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蒋玉安有，哎呦喂，哈哈，所以你看他是，即使是他的主场，还是被你糗到了，好吧，蒋玉安他必须菜鸟嘛，还是要交点学费啊，是。跟他跟 O'Brien 两个在沟通上有困难，对对，跟你没关啊，没有关系的，对，我是故意闹的。第一节还有3分钟整，14-6。张之峰外线出手，所以达新现在的命中率真的太低了哦。我觉得达新在整个球的转移上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他们要么打得太呆板，要么就是传切太多，打得太过复杂。刘真再交给吴敏贤，回头去找 O'Brien 空档的机会，前面快攻，张志峰飞身上来，两分拿到。对达新还好的就是，至少他在过去这2-3分钟他也守得住，所以分数并没有被拉开。达新今年最大的改变在哪里？佩尔他虽然篮底下进攻的手感不好，可是他的防守的能力跟威慑性很高，所以你看在禁区附近，整个台皮队在投篮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干扰。那另外台皮洋将 O'Brien 现在是不是有比较太过多的跳投？当然，其实上个赛季 O'Brien 整体的进攻就偏向中远距离的投篮，而且在篮底下他也很清楚 Robert Pair 个人的防守能力跟弹跳力非常恐怖，所以他懂得去避开 Pair， 因此把整个进攻区拉得非常的中外围。看一下这个快攻，林冠伦球送得很快，2次传球啊，这默契十足啊，而且又是老将张志峰，哇，张志峰今年已经33岁了。好，台皮现在换人，达新也换人。那达新这边换上是张家荣，那台皮呢则是把王浩吉给换上来。林冠伦一直以来是得分具有非常大爆发力的球员，这把也罚进。像林冠伦这样的后卫，也就是双能卫，可以打1号、2号位置。当他封起来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他不但能够砍分，外线会连续得分，而且他是一个烂账王。对，所以他也是 SBL 的林来峰啊。真的是林来峰，也是林来林 Sanity。对。哎呦，这个传球竟然发生失误。那底下再拿到。朱一中出手得分，刘真这边对位上周一翔啊，裁判上一翔吹的是周一翔的防守犯规。这个球王浩吉的判断能力相当棒，他判断到整个达新队因为上前压迫防守之后后防空虚的，所以呢跟刘真之间做一个长传的配合啊，制造了达新的犯规。周一翔这个犯规还 OK， 因为还没有进入到加罚，他个人也只有一犯而已，所以不会有立即上的损失哦。那反而是这个犯规阻止了台皮的快攻机会。
在球队队名下面的分数表呢，在下方呢就是团队犯规的累计次数。哦，那当然台啤现在犯规在第一节比较多，所以待会只要台啤犯规的话，就随时送对方进入到加罚状态。那达西目前团队犯规才三次。达新今年的阵容就会像这样，用一名长人带个四名锋卫，把速度打得非常快。哎呦，逼得太紧，所以球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又被吹了犯规。朱义宗的犯规。刚刚在场边呢，应该是对于现场秒数还剩下多少，来做一些讨论。再位给刘铮，刘铮跨步交篮一下，哇，罚球失误。哎呦，周一霞这个传球也传得并不好，蒋玉安把球给抄走。吴敏贤再给 O'Brien， 再位给吴敏贤。双方的洋将在第一节几乎就是打满整齐了。刘铮吸引到包夹之后，王浩吉这边出现机会。朱一中外线出手没进，蒋玉安的速度飞快过来了，拉杆进算加罚。蒋玉安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的进攻能力跟他的投篮能力还有他的速度哦，往往让防守的拳会判断错误。这个球就是一样啊，周一翔真的是有点低估他的速度。今天现场真的将近可能有将近100名球迷是要来看蒋玉安的。我估计大概是500名。对不起，我少算了。对，少算太多了。对，因为他就是台湾体大这个毕业的球员。而且台湾体大还有另外一名英雄是谁？吕其敏，他因为膝盖开刀之后，目前还在板凳上，预估要12月中才会恢复。对，精算加罚，这就是一波进攻篮板，经验球哦。你看 ，Robert Pale， 尽管他的弹跳能力。他更年轻更快速，可是你看这种卡位的技巧跟篮底下放球的技巧， O'Brien 真的是成精了。其实国内的球员要多看 O'Brien 打球，他的体能真的不好，去年就是这样，今年也差不多，可是他很懂得怎么在球场上偷懒跟休息。在偷懒的同时，你不要影响团队，也不要影响到防守，因为如果你不防守的话，教练是会抓狂的。是，还有加罚的机会，加罚也罚进，完成了3分打，所以在这一波台啤连拿5分。而且你球队里面如果 O'Brien 这种球员，你还不能采取魔鬼训练，因为你一操作可能把他操坏了。林冠伦回到场上，哇哦，冠伦的绝活。还有30秒钟，第一节比赛告一段落，19-14，台啤现在5分领先达新。蒋玉安，再交给 O'Brien。林宗庆上来晃一下之后，林宗庆在4-5角一上来就建功，真是微波炉哦，都不需要转身了。最后一集掌握在达新虎队的手上，进攻时间剩下3秒、2秒。冠伦要出手了，有点点失去平衡。第一节比赛告一段落，在首节打完之后，台啤呢在刘铮以及 O'Brien 的率领之下呢，在第一节目前是21-14，取得7分的领先。这是第12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编号第一场比赛，台湾体大体育馆由台啤出战达西。我们先休息，稍后回来。
最热情的掌声，谢谢台第一大队。第十二届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前两周哦，是在台中的这个台湾体大体育馆的来进行，也欢迎中部地区的球迷朋友可以多到现场来看球。但实际上哦，前四周都是在中部来进行的，因为第三周和第四周则是要到彰化来进行比赛。那彰化其实在热身赛的时候也有去比赛过了哦。那首节打完之后呢，目前排名呢是21-14，取得七分领先。球迷怎么看第一节的台啤稍占优势？其实台啤在整个团队的默契方面，还有关键时刻的得分把握性，比达兴来得好。达兴呢，虽然他的洋将爆发力跟篮板能力非常棒，但是本土跟洋将之间的配合还不是那么完美。进攻时间剩下6秒，张家荣往里面切，这个球被拨掉。进攻时间剩下4秒了。我们看到从第一节打到现在，其实佩尔他跟队友之间，尤其是本土球员之间的默契跟接应方面，还没有完成一个比较好的成熟的默契，所以你看啊，又是失误收场。前面台皮3打1，左崇凯自己上一个反勾打板，高难度。23-14。裁判应该是认为是林宗庆把球给碰出界外。好，另外现在达兴再换人，再把岳立给换上来。刚刚短阵上来的陈耀廷现在退场。哦，这个单打林冠伦真的是一绝啊！你只要把空间拉开来哦，林冠伦就是有办法把球放进篮筐啊。你这个单打，如果待会我们看慢动作的话，他实际上是有身体对抗，没有错。你要吹2+1，其实也不为过。王浩吉在防线以后的位置。哇，王浩吉，你看他瘦了，我估计大概5到8公斤跑不掉，他肚子都不见了。对啊，以前他在 UBA 的时候绰号叫大吉，现在已经叫小吉了。啊，现在叫中吉啊。中吉，中吉，中吉。好吧。Goaltending， 这两分还是给了达兴，25-18，仍旧是维持7分的差距。第二节比赛刚开始，达兴现在从第二节开始改了一个从后场压迫，哦，差一点点超到，左崇凯再带出来，那一下卡位的是。球评所称的终极王浩吉被挡下来，佩尔在篮底下的防守能力真的腹地太大了。对，岳立转移到底线，罗玉群小罗出手不进，我比了一个6号战术，看台皮这怎么打，因为蒋玉安拿球的时候先回头看了一下三哥。所以这个6号战术是左崇凯从底线再出来，其实战术的跑动跟框挡都创造出来了。哇！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说达兴队要打快？因为佩尔只有在打快、快速的攻防转换，他的速度跟运动能力才能够发挥出来。是，我这个球就完全展现他的运动能力和敏捷性了哦。25-20。O'Brien。还是被佩尔给哇扇到了球皮啊！佩尔这种连续的弹跳能力真的太恐怖了。哎呀，这个球给的不好。今天让台啤有反快攻机会，林宗庆飞身进来，裁判抓的是岳盈利的防守犯规。哇，林宗庆感觉他的速度并没有起来哦。如果他在这个23号锋位摇摆人的位置，如果速度只有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他肌肉变得太大块了，所以呢，影响到他的敏捷度。我们再看一次他这次快攻的上来，哦，这是佩尔的空中第一时间哦，哇哦！
今天是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开幕的第一天，场上有两场比赛要来进行，第一场是台啤出战达兴，待会预计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有开幕典礼，开幕典礼结束之后预计是晚间7:30，第二场比赛将是要由璞园建筑来出战是富邦勇士，那这两支球队也是上一季打进冠军赛的两支球队，即将在开幕战来交手，26-20。裁判给的是林冠伦的进攻犯规，这就是矮小个子在前防守跟侧身防守好处。我们看到，你看，哇，这个球，林冠伦太聪明了，故意去勾住的蒋玉安哦。好，场面现在是台啤请求了暂停，第二节还6:48结束，目前台啤6分领先达兴。待会呢，在开幕战之后的下一场比赛呢，将是要由璞园建筑的来出战是富邦勇士。上赛季杀入到总冠军赛的两支球队呢，就即将在开幕战啊，虽然是编号第二场，但实际上我们统称的开幕典礼之后才是开幕战，将会这个来正面对决。26-20，现在进入到第二节比赛，6:40。进攻时间剩下4秒，蒋玉安弧顶外线出手得分，哇，他的投篮能力是非常非常棒的，蒋玉安，哇，地主中的地主哦，赛前很多队友都问他说，球场里面的厕所往哪里走哦，另外还有球场旁边有什么好吃的地方，问蒋玉安准没错了，你怎么知道我都问呢、啊？原来你也有问，有。林冠伦带一步出手不进，没有抓下篮板，但这个球在下三路被拨掉，邵一响给台啤犯规。哇，这应该是刘铮的第二次犯规了。刘铮没有罚球，两次。李铮，李铮，他是比两次，不是。裁判认定这是一个 shooting foul， 所以出手的犯规要来罚两球。其实从佩尔他的罚球的出手来看，他投篮的感觉并不差、啊。两罚一中，球权回到了台啤的手上。那刘哲目前已经是个人的两次犯规，准备 O'Brien 这边去做掩护，再回给他一个挡拆 ，O'Brien 外线三分球出手不进。哇！蒋玉安飞得太高了，篮板球被他给抓下来。哇！回到他的主场，那就像吃的大力丸一样。哇！这是场上最矮小的球员了。结果被定板，一个背后给球啊，发生失误。蒋玉安的刚刚那个出手，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O'Brien 的犯规，现在要送张志峰到罚球线上。我们看到 O'Brien 的犯规哦，这就是一个老球皮的犯规方法。不过佩尔他的防守的腹地真的太恐怖了。对，
哦，他这个臂展哦，还有他这篮底下的贺主力，这种连续的弹跳能力哦，他应该是我们 SBL 历来洋将里面最恐怖的一个。哇，这个球蒋玉安，你看他的弹性哦。张志峰的罚球，第一球没罚进。哇，两罚都没有罚进，错失了利用罚球能够把分数追进的机会。不是太用力就是短，这表示33岁的张志峰真的体能方面受到蛮大的影响。尚伟凡。收球一个假动作，再喂给 O'Brien， 罚的线 ，O'Brien 出手得分。哇，他这个投篮真的太漂亮，节奏好，准备动作流畅，而且稳定性很高。O'Brien 目前拿下7分，31-21。岳盈利弧顶，放进冷箭，来了一个外围3分重炮。小月的自我要求真的不错，你看他那个身材，还有他整个人身体的体能强度哦，他是一名196公分的长人，而且速度也保持得非常好。其实我原本以为他是吃不胖哦，他前一阵子比较胖，但是现在不错。选手当然对自我的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尚伟凡回头想跟裁判要犯规，但裁判稍微没有想。达兴这球高调给篮底下，哇哦！到目前为止的最佳好球出现了，达兴虎队的三角战术。球迷想看的就是佩尔在空中轰炸篮筐哦。而且这个球他不是第一时间送进去的哦，他是先借由张志峰打了一个三角，再把球送进去的。先把空间拉开来了，我们再看一次哦。哇哦，默契太好了，林冠伦很清楚佩尔在篮底下的能力啊。所以张志峰、李炳宏，再到林冠伦，再由佩尔来终结，来做一个。所以你看，佩尔其实要把速度、节奏打快之后，他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尤其是在进攻端哦。哇，第一场比赛就打得非常的精彩哦，31-26。哦，现在他已经感觉上已经进入到自己的节奏喽。其实他投篮并不差，你看他罚球投篮的姿势跟手腕的运用还是蛮稳定的。现在变成了只有3分的差距，31-28。O'Brien 这里也阻止了对方一波7米的高潮。O'Brien 有更可怕的武器哦，他这个3分球在赛前练习的时候，我看过他连进5个球，就站在那个地方哦，队友帮他捡球哦。再看他投篮，还包括一个人叫许志超，许志超也看傻了，我的这个7尺的长人怎么这么准哦？这边被吹了一个进攻犯规。好，再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全场4个人接触到球，最后是林冠伦送进去给到佩尔双手关。哇，蛮立体感的感觉。对，虽然没有360度的回转哦。这个是我们用 cable cam 的神盾级摄影机哦，从左到右这边的来拍摄，让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全视野的角度，好像在看打电动，应该说电玩游戏一样，让大家来看这个镜头。2分30秒，第二节比赛告一段落，34-28。再交给 Pale， 球到篮底下，篮板球最后回到泰比的手上。蒋玉安现在放慢下来，不过第二节几乎就是，严家华还有周俊山教练就是让这个蒋玉安来主控。其实蒋玉安这个赛季很快就会变成泰比队的主力控球。哦，林冠伦是不是被打到脸？所以现在他倒在地板上。那左崇凯在篮底下已经得分了，但林冠伦好像不是脸，哦，应该是打到胸。我们再看一次。哦，被顶了一下。就是他，就是他的侧面，应该是侧面的胸膛。哇，这会岔气啊！哇哦。
所以你看做重量训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一般的球员如果没有做重量训练的话，这撞下去可能要送医院了。我这被顶这一下真的非常痛哦，而且的确有这个进攻犯规这样的一个嫌疑啊。你看他这个脚步的移动啊，身体的移动，所以也难怪，当然一开始林冠伦也比较难以掌控自己的情绪了。教练先把他换下去，因为这的确有被吹进攻犯规的嫌疑情形，但裁判是并没有吹。犯球啊，持球过久了。被抓的是张志峰。其实刚 O'Brien 那个掩护啊，我觉得可以作为裁判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就是你说他有没有非法阻挡，看起来是有，可是他的轴心脚并没有动，他只是在转身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想这个尺度要怎么拿捏，应该让专业的裁判们来好好讨论一下。36-28，1:30，第二节比赛结束。哦，这边也被吹了进攻犯规。达新呢，这一对一的防守的压迫性是够的，所以林瑞坤他的球被对方给干扰之后呢，也对李炳宏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感到不耐烦了，所以顺手抓了他一把。周一翔回到场上。距离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1:29。周一翔大跨步到篮底下，球权回到台啤的手上，还有70秒，第二节比赛结束，36-28。刘真想要靠在对方身上要一个犯规哦，但裁判没给。我看起来这场比赛的三位执法裁判呢，比赛到现在为止尺度还蛮一致的了。他主要是对于身体上的接触上可能放得比较宽松一些。其实这样是正确的，因为打国际赛身体的接触本来就非常的多，他必须让国内的球员在国内联赛里面适应这样的一个冲撞尺度啊。张志峰吊大对角，再回给周一翔。周一翔带一步急停，哎呦，这是一个 shooting foul， 在出手的时候呢，裁判给的是左崇凯的犯规。周一翔的罚球，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shooting foul 就是出手的这个犯规了，不好意思，这个 NBA 播的有点多 ，shooting foul 转换不过来，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不好意思。那请你翻译一下 shooting foul 我们要怎么讲呢？就是出手的时候出手的犯规，第二罚罚进，36-29，7分的差距，42.5秒，上半场比赛结束。李瑞坤对上是李炳宏 ，O'Brien 再拉出来，尚伟凡在底线再出来，哎呦，防守球员离开了 O'Brien， 不能离开他，就是这个位置啊！哇，热身的时候 O'Brien 已经投的大家印象深刻了，你还放他投啊 ？O'Brien 目前拿下了12分，刚刚这是一个踩在线上的2分球 ，Long Two， 38-29。周一翔为队友李炳宏创造机会，没把握住。好，半场比赛结束，
在前两节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的比数方面呢是38-29，这是第十二季哦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第一场比赛的，由这个台平的来出，但是这个达兴在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台平呢是38-29哦，暂时取得9分的领先，结束了两队呢在半场的比赛。那当然在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台平呢其实包含了像刘正的，另外还有就 Patrick O'Brien 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呢，两位球员的得分呢都到达了双位数，特别是台平的指标性，也是联盟的指标性球员刘正呢，在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就火力全开。我们在场边访问要把发挥交给郑磊。好，场边在那边访问到的是刘琛，先来谈一下好不好，上半场你们只让对方第一节14分，上半场不到30分，防守部分怎么样做得这么有效率？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轮转的防守其实做得还不错，对，所以在他们很多在转换边的攻击上面，我们其实防守都有到位。这样之前媒体访问有说，你说你自己跟一哥这个称号还有一段的差距，新球季不当一哥的话，你有什么样的新目标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目标我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球队赢球，然后让球队再次重返冠军这样子。对，好，谢谢刘真，谢谢。好，上半场打完，目前是台湾啤酒暂时的领先。我们现在请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到第十二季的 SBL 超级篮球联赛。这场比赛是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编号第一场比赛，由台平的篮球战士达兴在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目前
台啤38-29啊，暂时取得了9分的领先。这是打完半场之后，两队的分差。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半场两队的攻守统计数字哦。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命中率方面呢，目前台啤的有接近50%，三分球命中率也有一定的水准。只有在罚球命中率上并不是很理想。那相反的，达新呢，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受限于台啤的防守，所以在半场不管是投篮命中率以及三分球命中率都有待提升。台啤整个投篮为什么命中率那么高？除了他们球员的状况不错之外，其实台啤都把空档给创造出来了。当你空档可以稳稳的命中投篮的时候，投篮的选择性好，你的命中率自然提升。所以其实下半场达新可以改变他们的防守的策略，因为你内线有佩尔，他整体的防守的腹地跟爆发力非常的强大，你外围的四名锋位可以尽力的去压迫台啤的球员，让对方在转移球在跑动方面陷入更大的困难，因为内线佩尔足够的防守能力。所以下半场达新最重要是调整他们的防守策略，先阻止台啤的进攻跟他投篮的感觉，再靠攻防转换来增加他们的分数哦。在上半场比赛的篮板球的比较上面的哈，当然台啤跟达新两队其实也相差不大哦。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台啤在第一节呢有刘铮刚开始呢这个快速的发挥，再来呢 O'Brien 在第二节也接着刘铮的棒子哦，继续的把这个分差给扩大。在半场打完之后，目前 O'Brien 攻下了12分，是全队得分最多的，刘铮拿下了10分，那整整的主场球员。主场中的主场，蒋玉安半场结束之后也拿下5分，左崇凯攻下了4分。再来看达新的部分呢，佩尔目前呢在半场结束之后拿下了8分，岳一力投进了2个3分球，目前也拿下了8分。那么林冠伦呢则是攻下6分，张志峰呢则是拿下了4分，朱义宗呢则是攻下了2分。备受瞩目，今年。这个第一轮第四顺位的选进来的周怡翔啊，在半场结束之后，只有靠罚球拿下1分。其实教练可以多给周怡翔机会哦。整个上半场几乎周怡翔几乎没有在场上跟队友融合在一起。作为一名超级新人，其实教练应该给他更多的空间，让他跟队友之间的熟悉度、默契可以尽快建立起来。这是在台中的台湾体大体育馆的所进行的第十二季的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第一场比赛。由达新呢来出战是台啤，稍后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要进行的是开幕典礼，那开幕典礼结束之后呢则是有福原出战富邦勇士的比赛，也请观众朋友从此刻开始锁定未来电视网，为大家从第十二季 SBL 开始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当然在整个上半场比赛的最精彩的一球呢，毫无疑问的就是达新虎队的这一球哦。哇，这个球真的默契十足哦！快攻，经过3次的传球，垃圾不落地哦。好了，半场打完之后，目前38-29，由台啤暂时领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半场比赛打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两队表现较为出色的球员。刘铮到目前为止攻下十分，另外有三次的助攻以及两个超截。配偶达兴的杨将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拿下了八分，另外他已经有八个篮板，还有惊人的四记主攻。所以今年球季这两大球星，球迷一定要注意了。刘铮是年度 MVP 的热门候选人，今年有可能连庄，而配偶他的防守能力，他的速度弹跳，绝对是球迷非常兴奋，而且可以改变比赛的一个关键人物。对，而且我觉得佩尔这一张照片拍得不错，这、好像充满了很多内心戏的感觉了哈。这张照片你看不出来，他有211公分哦，而且他有连续的弹跳能力，连 O'Brien 在篮底下都要吃瘪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半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当然这两位突出球员的表现呢，当然刘铮他所攻下的分数主要是集中在第一节的前半段的。没有错，刘铮，但是刘铮今天他外线投篮手感是不错的，除了速度跟爆发力之外，他整个上半场投进了两记三分球，所以一旦刘铮在整个外围的投篮能力可以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刘铮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进攻武器啊。就是这两记三分哦。另外，达兴的杨将佩尔在上半场比赛完全展现了，在这个赛季有机会的来争夺这个主攻王这样的一个能力，尤其在半场打完之后呢，就已经有四记的主攻。如果佩尔可以被达兴留下来的话，那么他今年应该在篮板王跟主攻王方面应该是不二人选了。而他最大的竞争敌手应该是玉龙队的杨将派特威哦。那上半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就在这里出现了。达兴非常漂亮的四人配合，最后由佩尔在篮底下双手灌篮，漂亮的 finish。 我们先休息，稍后回到下半场比赛。
我来电视网在台中台湾体大体育馆为大家现场直播第十二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第一场比赛的由台皮来出战是达兴，待会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进行开幕典礼，开幕典礼结束之后呢则是由富邦勇士来出战是浦原建筑篮球队的比赛，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那么在半场打完之后，目前双方的是差九分，第三节开始，一开始达兴就超到，台皮的先发控球林瑞坤哦，今天的比赛他虽然打先发，可是感觉上他不太进入状况，感觉上就是比较生疏一点，跟队友之间的磨合，还有对自己的信心不是那么足够哦。林冠伦再出来，再会给赖柏林，赖柏林这个切入被林瑞坤给挡了下来。刘铮这个强行的切入，结果裁判抓的是达兴的犯规。哇，刘铮真的太快了，现代篮球真的速度就是基础，他一个启动之后啊，张志峰真的跟不上，所以让后面补防上来的越力的被吹了犯规。刘铮有罚球两次的机会，任何的比赛都是一样哦，第一场比赛永远是最难打的。但是如果说可以拿一个所谓的开门红，这个第一场比赛就获胜的话，绝对会对整个新球季有算好的开始。尤其是经过六七个月的季外的时间跟磨合，球员的对球场有饥饿感，所以呢，对于场上的感觉，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找回应该有的节奏。哇，回场。林冠伦在切传的时候结果发生失误，冠伦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比赛的节奏。冠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球员，场面越乱他打得越好，所以其实如果达兴队把整个半场的 set play 就半场的进攻打得太有章法，太做战术性的跑动，反而林冠伦打起来会感觉绑手绑脚的。焦兰尼下给到邵伟凡向后跳，哇，这个球是林瑞坤在空中补进，张志峰是飞了出去，但裁判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进攻犯规，因为林瑞坤很少做这样的一个攻击跟跟进的动作，裁判可能一下子也傻眼了。林瑞坤刚刚是把球投进，同时还把张志峰给撵了过去，有没有进攻犯规呢？你说以 overback 来讲，应该是有进攻犯规的嫌疑啊。这个其实某种程度已经侵略了张志峰原本所站的位置了。四十二比较小。罗毅群把球给抄过来，岳立在篮底下 power play， 直接打进。达兴就是要这样打，用全场的压迫性防守来给台皮施加压力哦。因为后防方面其实配偶有足够的运动能力来 cover 很多的防守的地区哦。邵伟凡再交给刘铮，再拦一下被张志峰把球给断掉，张志峰的下手非常的快速。罗一群再给岳一力。岳力再勾给刘一群，小罗在底线出手不进。还是台皮的前场球。好，达兴今天换人，要把周一翔换上来。小罗这个防守够聪明了，保持一个空间哦，来干扰林瑞坤的上篮。这个林冠伦下去很有意思哦。他还经过了这个台皮严家华总教练的前面哦，来跟对方的总教练有一些言语上的交谈，有一些对话。不过，当然国内篮球圈其实很小了，这大部分其实都有所谓的师徒这样的情谊。刘铮切入，再给，进攻时间剩下三秒，邵伟凡晃一下之后，
篮板球被张志峰拿到，周一翔一上来就得到出手的机会，没进。会不会放太轻松一些？不过这个球，我觉得控球后卫的问题比较大一点。海平应该考虑把蒋玉安给送上来，因为在整个节奏方面，林瑞坤掌控的并不是那么理想。42-31，第三节比赛还有6分50秒。刘铮这边对位周一翔，再位给刘铮。外线的出手，这个球过于勉强。快攻机会，张志峰上篮啊！这个球最后还是被删掉，被刘铮飞人，刘铮把球给删出界外。年轻就是本钱哦！哇，这种球以前在张志峰手里面是十拿九稳啊！哇，干干净净，漂亮的动作。少林排球啊！不过刘铮不是从松山少林寺出来的，松山高中是很恐怖的。好，现在如同球评所预测的，蒋玉安现在上来了，因为林瑞坤控球的节奏不对，他的速度也不够啊。42-33，现在双方又回到9分差，蒋玉安回到场上。左左凯没有机会，刘铮再进来，刘铮空中移心换位，出手不进，邵伟凡的篮板球，应该还是台啤的球，进攻时间剩下6秒。我们看到邵伟凡这种球，他毕竟36岁，所以他一定要把节奏放慢来打一个 mismatch。可是你一旦节奏放慢，就给了年轻的球员有更多的防守的空间跟压迫性。台啤现在换上的是王浩吉，另外还有林宗庆。我不然有点被关门，出手不进。球竟然被蒋玉安不可思议的给抛进去了，可惜裁判吹不算。这篮筐是他养的，他在这里打了4年了。哇，他每天都在跟这个篮筐睡觉。再看一次。如果犯规犯在朱义中的身上，这个球当然进不算。但是如果是吹犯在岳盈利的身上，这个球就有机会进算加罚。回到台啤的进攻，42-33，吊打底下去找 O'Brien， 禁区翻身单打出手没有。周一翔，哇，第一步是过了，但是球没有护好。所以最后是吹的是罗玉群的犯规。第一球没进。两罚一中，43-33，10分的差距，目前场上还是台啤取得领先，还有5分05秒，第三节比赛结束。周怡翔在他第一场的 SBL 目前来看，他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吗？太急躁了，因为他急于有所表现，他
他应该要第一个找到比赛的节奏，找到怎么跟队友来说搭配，而不是自己打自己的球啊。毕竟经验上还是有差距，所以他必须要多一点耐心才行。因为屡次看到他其实感觉上想要贴在对方身上投篮哦，但是其实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便宜。没有错，而且他必须要懂得怎么去跟队友来做搭配，比如说简单的做一个 give and go， 或者是做一个打开的配合，慢慢的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出手空间的。蔡俊明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上，是主攻刚才差点带球发生失误。好，目前双方是有八分的差距。现在台啤的严家旺总教练呢，目前跟裁判抗议的是，刚刚对方在进攻上是否有走步这样的情形呢？但裁判刚刚是并没有这样认为。好，第三节比赛目前比数方面是43-35，由台啤暂时八分领先打进。这是 SBL 第12季的第一场比赛的由台啤出战达新的。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开幕典礼。那么开幕典礼完之后呢，将会有富邦勇士这个赛季改名叫做富邦勇士来出战是埔园建筑篮球队的比赛。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未来体育台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王浩吉，再位给蒋玉安，这些都是从大专篮球联赛刚升上来的 SBL 的选手。进攻时间不多了，林宗庆要投了，完全偏掉，达兴成功的防守。达兴的压迫防守还是发挥他的作用，让整个台啤队在进攻发起慢的太好几拍啊！哇，进攻犯规哦，最终这个球是多余的动作。再看一次，哇，这个不只是手肘哦，在整个身体的接触方面，朱一中这个球打得的确不够聪明。防守，防跟蒋玉安现在是组成台啤的后场搭档，王浩吉外线出手得分。王浩吉在高位，他能够中远距离投篮的牵制力，这个赛季如果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内线欧布莱恩会打得更轻松啊。他也有机会把对方的长人给牵制出来。的确哦，而且他瘦了之后，整个速度跟爆发力会来得更好一点。是，周一翔带一步急停，还是找不到投篮的感觉。45-35，台啤把节奏稍微放慢。这蒋玉安呢，刚刚在空手接的时候有个小动作，看有没有机会形成对方杨将的犯规，但这个动作还不够大。进攻时间剩下3秒 ，O'Brien 抓到篮板，他要扣吗？没扣成。那你现在再拿到，再勾还是没勾进，再拿到。
那你下他还要再起，啊，被拨掉了。真的太老太慢了。周一翔，哇，第一个进球。达兴在整个攻防转换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掌握得分的机会哦，这也是年轻的达兴应该要积极把握的一个优势哦。刚刚是周一翔在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第一个 field goal， 两分零五秒，第三节比赛结束，45-37。哇，蒋玉安，这个球可以塞得进去也不容易哦。对，在夹缝之中哦。现在看一下 O'Brien 发生什么事，太挤了，因为这个球不管是被自己的队友还是被对方的防守权给挤掉了，空间太小了，他根本起不来啊。现在王浩吉的两罚，双方都这个达兴这边已经让对方进入到加罚状态中。浩吉今年在整个出手的节奏跟信心方面表现比上个赛季更好，经过菜鸟球技的磨练之后，慢慢他已经找到了感觉。哇，整场比赛已经被佩尔盖了 N 个火锅了，他现在总算是要回一口气了。是，这等很久了。48-37。再看一次，哇，好像垫着脚尖就可以灌篮了。那终于让 O'Brien 逮到机会。周一翔外线的出手没进，篮板吹，最后是太平队的球。好，现在场边有一个暂停的出现了，叫暂停的是太平队。目前呢，在第三节比赛呢是48-37，台比呢暂时取得了11分的领先。好，下一场比赛呢将是要由浦原建筑的来出，但是富邦勇士队哦，这是待会呢在下一场比赛，也是编号第二场比赛。不过实际上这场是开幕战哦，由上个赛季哦在总冠军赛遭遇的两支球队呢要来正面对决。右边的吴代豪啊，今年季前他大概瘦了将近10公斤左右，他现在的身材跟体能的状况都非常的精实哦，所以今年富邦勇士在整个内线方面也可能因为吴代豪他整体状况的提升，内线更有竞争力了。哦，有些洋将都已经是旧事了哦，对，所以赛前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啊。还有1分28秒，第三节比赛结束，48-37。这个暂停的是台皮叫的，那台皮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在领先双位数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喊一个暂停？台皮目前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在进球之后前场被达兴队一个全场的压迫不断的发生失误，今天台皮所有的传球失误被对方快攻机会通通都是在前场因为被对方的压迫之后掉球，所以这个暂停应该第一个他要告诉周勋，要告诉他的球员，在整个传球跟接应球方面空间要拉开来，而且呢场上的每个人必须做更多的掩护哦。被拨了一下，还有时间，剩下最后一秒，出手24秒的威力，球权呢要回到了达兴手上。达
昕在压迫一对一的压迫防守方面做得真的相当不错，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在剩下这一节又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把比分追回来的话，就必须在防守端施加更大的压力了。再会给林冠伦，佩尔在篮底下，哇，被 O'Brien 给打了下来，前面快攻机会，蒋玉安前面没有人啊，轻松的快攻，这个分数有点被台啤给拉开哦，领先到13分，所以现在是达兴五队请求暂停。蒋玉安目前拿下了8分，在首场的 SBO 他打得相当出色，哇，这完全是靠的是防守的经验哦。佩尔在篮底下由于没有脚步，所以他必须要靠身体来挤出一个空间，你面对有经验而且七尺的长 O'Brien， 这样在篮底下占不到便宜。这个出手的角度完全是被 O'Brien 给封死了，所以这就是没有脚步最大的问题了。一旦你没有脚步的话，你只能靠身体打球，你面对又是一个有经验身材比你高大的内线长人，很难在篮底下轻松的投篮。还有41.3秒，第三节比赛结束，目前是50-37，由台啤取得13分的领先。李炳宏再回给林冠伦，在那里下佩尔，哇，球没有抓好。对，即使算是还蛮早就来到达兴来报道，不过跟本土球员的配合上，恐怕还是需要点时间。在跟本土球员的配合，你不能只有空中阿里乌哦。哇哦，那 O'Brien 是完全示范了 SBO 要怎么打，他最了解。在球场上你怎么掌握一个出手的空间跟机会，你跟队友之间应该怎么样连线，把整个团队可以做得更好。 O'Brien 真的是一个教材哦，他不断的每一次出手也好，每一次的攻防都是在给佩尔上课，而且他这个中长距离比本土球员还准吧，太准了，他简直就像1、2号球员的投篮手感了。最后一集的机会，林冠伦拉出来砍3分，哦，裁判给了左崇凯的犯规，那这样要来罚球咯。我觉得这个哨音吹得不好，这有点同情哨，因为这个球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再看一下，手是没接触到了，那裁判是不是给了一个所谓没有给进攻球员下落空间这样的一个吹判？如果真的要这么讲的话，那的确也是造成一个犯规哦。不理说这个林冠伦也厉害，这个他投篮之后，他的脚也夹在对方身上，夹在对方，这在 NBA 可能是进攻犯规啊，你脚不能去勾对方的防守球员、啊。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早上林书豪有一球，结果竟然被吹了进攻犯规。这在 NBA 经常发生哦，跳投的人你脚去勾到了防守球员，想要制造一个犯规的一个印象的话，这在 NBA 经常要被吹进攻犯规啊。3罚中2。好，第三节比赛告一段落，在前三节打完之后，目前比数是52-39，由台啤领先。
三节比赛打完之后，52-39，目前双方呢有13分的差距。现在第四节比赛开始，那对达兴来讲落后了一整场比赛哦，但以这个分差，实际上都还有机会。没有错，重点还是在于防守。达兴有外围的压迫性，但是他整体的防守的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这节比赛刚开始，先回到台啤的进攻。台啤场上的球员呢有 O'Brien， 另外有尚伟凡、刘真、左崇凯，再加上蒋玉安。哨音先响，这应该不是吹 O'Brien 这边出手的犯规，而是一个 loose ball foul 未持球的犯规。哦，应该是吹李炳宏的犯规哦，因为蒋玉安给球之后要做一个空手走位，两个人，两个空手走位的球撞在一起。哇，刘真这个球要分到底线给蒋玉安的时候，结果传歪了。传球是目前刘真最大的盲点，刘真自己也很清楚，在处理球的能力跟处理球的经验方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球传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那达兴现在场上的球员呢，有林冠伦，另外有李炳宏、岳盈利、张家荣，再加上杨江佩尔。达兴今天一整场比赛都面临到投篮不佳这样的一个情形了。那外围的投篮感觉，除了岳盈利之外，其他人也找不到手感。如果在进攻端达兴的外线不能发挥的话，那么他们在进攻上就面临很大的麻烦了。因为佩尔在内线，他的进攻能力跟单打策应能力并不强。这球拨出来之后回到佩尔的手上。第四节比赛刚刚开始，还是维持在前三节打完之后13分的分差。林冠伦利用队友的掩护，邵伟凡再给蒋玉安。进攻时间限定6秒，防守球员滑倒。裁判哨音再响，又吹了达兴的反应。台啤在进攻端，他把节奏控制得非常慢，因为他慢，所以呢，达兴在防守端就会显得比较急躁，一急躁就容易赔上犯规哦。现在这个比赛的规则是新的规则哦，犯规之后进攻时间。哇，这吹是个非法掩护啊！那球评刚讲的就是，从第十二季开始，就采取这个 FIBA 就是国际篮球的新规则了。我们 SBL 的转播期间赛季很长，我们会慢慢跟大家再解释。52-39，张志峰再出来交给林冠伦。林冠伦再拿到，禁区太拥挤了。罗玉群，这个球很重要。罗玉群是达兴队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最佳第六人，不管是一号或二号位置，他185公分的身材、经验跟防守方面都非常的老道。蒋玉安外线出手不进，篮板球在谁的手上？哇，这个球刘真，哇吼，拼了回来。是砸在了张志峰的身上，把球给砸了出去哦。哇，这个球我们再看一次，刘真抢回来之后，对了，还是台啤的球。哇，这个球是被刘真的 hustle play 给拼了回来。哇，那这个就拼得很有价值。这就是有体能加技术球哦，你以体能为基础，而技术端你也不是那么弱，所以呢，刘真才有办法把这么高难度的中距离给投进了。张志峰抛射没有抛进，这个球最后是碰出了界外，裁判吹的是台啤队球。54-42，
你现在所看到这个镜头呢，叫做 Cable Cam， 是用这个全景的一个摄影机呢来拍摄球场上的一举一动，当然也包含了这个火锅，像不像在打 NBA 2K15？ 哦，太像了。哇，这个球 give and go 非常漂亮，但是配合封盖的更漂亮了，滚开我家！这个真的是要来抢主攻王的。嗯。如果今年有一场比赛他盖十个主攻，恐怕都不要令人意外，都有可能哦，绝对是比赛的一大卖点。进攻篮板回到台啤的手上，还有6分40秒钟，54-42。O'Brien。我在这里头不会被盖火锅了吗？O'Brien 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外线跳投啊！对，哇哦，刚 O'Brien 投完之后还把两个配枪给装好。57-42，现在台啤领先到15分了。罗宇群底线有了，小罗在第四节两个关键三分。小罗也不算小了，只是对我们来讲，他们还是小。小罗不小，他已经28岁了，还是不小心叫了小罗。57-45，5分50秒。O'Brien 面对 Pale， 身体失去平衡，没进。岳云丽的关键篮板，达兴前面有多打手的机会。我泰比已经退防了。张志峰收球，再给罗宇群第三个吗？啊，差点点。在抢篮板的时候，裁判邵一翔给的犯规是给在达兴洋将的身上。他往上，他不要往上跳。哦，这个球吹在，佩尔用左手把 O'Brien 的右的左手给扣在下面。所以这是一个有点 overbank 的一个犯规哦。外线出手去，左投凯，这个战术设计太漂亮了，运用弱边一个空手的跑动，找到一个外线的三分射手。哎呀，这个球发生了要命的失误。目前呢，在比数方面的是60-45，台啤现在是取得15分的领先。这是张志峰的太座，也是一人严厉土，60-45，15分的差距，还有4分半钟。刘真，这球出手弹了两下之后，回到岳丽的手上。达兴前面有3-2，张志峰这边空档把握住了，不嫌晚。达兴必须要把进攻的节奏再拉快一点。哇哦，张志峰这个反应太快了。60-48，我要被绊了一下。裁判稍一想，出的是志峰的防守犯规。还有4分08秒，这场比赛结束，60-48。蒋玉安，哇，这个球他传的真是漂亮。是，嗯，看蒋玉安打球哦，就会有莫名的兴奋感哈，因为他打球太有这个 quail 了，就是创造力了。今年我必须要推荐哦，年度最佳新人蒋玉安绝对有机会，而且我相信很快他就可以成为台啤的先发控球后卫。哇，刚刚看到周美青周夫人也在现场看球。
的失误，再救回来。左宗凯切入交给尚伟凡，尚伟凡，哇，蒋玉安又抓到进攻篮板球。哇，活像一个跳跳虎、啊、这个跳跳虎才173公分，三分外线，三公分，可惜偏了。赛前有问到这个阿三哥，就周俊山执行教练的，那三哥是告诉我说，这个蒋玉安呢，他今天并没有让他有这个所谓时间上的限制。哦，那说年轻人嘛，哦，就是让他放手去打，如果状况好的话呢，就自然而然让他多上，并没有一个所谓上场时间上的限制。除非台皮的先发组控李润存尽快进入比赛的节奏，要不然真的再继续这样打下去，蒋玉安真的很快就会扮演台皮先发控球的角色。黑友撞到进攻篮板之后的助攻给岳盈利，还有三分钟整，两队目前差十分，这个比赛还是很难讲哦。蒋玉安再把球抄回来，差点掉了。罗玉群紧贴的刘真 ，O'Brien。地板球，上尾翻 ，No looking pass， 哎，哇，这个球又被佩友给升空拦截，但裁判吹的是 gold ending。今年球季哦，佩友将给我们临场的执法裁判非常非常多的测验跟考试哦，到底这些球你怎么去吹判，有没有妨碍中篮哦？哇，这个球上尾翻给的太漂亮了，哇哦！佩友像不像搭着直升机啊？哇，一飞冲天啊，像冲天炮一样。我愿意用任何东西去换他那双腿。嗯，当然他不愿意跟我换。他的鞋子先借你好了，看你能不能跟他一样一起升天哦。鞋子借我没有用啊。不过真的，你愿意用什么跟他换那双腿？我不要，我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对，因为他的进攻技巧真的太弱了。裁判最后是给的是妨碍中篮。不，的确啦，就是说球评讲的，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爆发力实在太好了，所以真的是给裁判还有临场委员出难题。所以你看，这对我们的整个篮球运动会带来蛮大的改变，就是裁判你必须要更多去注意这样的一些球，有没有往下落呢？因为蒋玉安他抛得很高，所以你感觉上这个球好像还在往上升的情形，一半一半，哦，真的一半一半。不可否认的，这场比赛这个邵伟凡这个球传的真的很棒。老家伙，非常的老练啊。十分差距，张志峰这场比赛目前拿下九分。我台皮现在摆上的是林瑞坤还有蒋玉安的双控球。球被拉掉，我裁判给了是王浩吉的 U， 违反运动精神的犯规。王浩吉的犯规的意图非常的明显，所以裁判大概是根据他犯规的动作跟企图，吹他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犯规哦。那这样一来，就是罚完球之后呢，达新还有保有边线球，也让这场比赛又再充满了悬念。这一罚也罚进，哇！配合他的特异功能，真的今年对裁判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每场比赛最少有五个球，到底有没有 goaltending， 有没有妨碍中篮？裁判老师们，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看看录影带，好好的研究一下。弹性怎么来的？哦，真恐怖，而且可怕的是还有211公分哦。高抛，还有这个球被挤了一下，裁判反而是给了达新的犯规。林冠伦吊球之后，这边是给罗玉群的犯规。这种球是很好看，但是在关键的时刻，这种球真的要少做，因为禁区非常的拥挤，你球传的再好，佩尔不见得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来起跳轰炸篮筐，所以宁可把球稳稳的传到佩尔手上，让他在篮底下去制造犯规，去争取进算加罚的机会，可能比空中阿里物来得更合适。
再交篮一下，哦，被拉住。哇，王浩吉今年的状况真的不错，他只要把专注力再拉上来的话，以他目前的体能跟中远距离的稳定的投篮能力，他可以在台皮里面慢慢取代上尾板的角色。王浩吉的罚球，哦，这真的是小两个 size 啊！这怎么减肥的？应该要欢迎他把方法告诉给培哥。我代表培哥跟你提出严重的抗议。培哥说他已经瘦了蛮多了。我还以为你要说讲很多方法是没用。64-54，现在达兴喊暂停，还有1分27秒。还有1分27秒，这场比赛告一段落，目前比数是64-54。我们刚刚的摄影师有拍到两位外国朋友穿的戴维斯的这个 T 恤，据了解就是戴维斯的父亲和母亲，爸爸妈妈，这也应该是他们第一次来到台湾来看他儿子戴维斯来打球。妈妈长得跟戴维斯好像，那真的就是他儿子。还有1分27秒，这场比赛告段落，64-54。罗玉群三分外线出手没进，这个球在谁手上？拨出来之后还在达兴手上。林冠伦抛球，配偶在篮底下再单打还是没进。关键时刻，林冠伦其实几次想要跟配偶的连结但是处理都没有做好。还有1分整，这场比赛告一段落，目前台皮占了极大优势。刘铮给到底线，左从凯底线，球还在台皮手上。时间剩下最后48秒，李冠伦先到篮底下拿2分，这2分拿到之后，台皮要请求暂停。64-56，现在变成了8分差距。这2分拿到之后呢，现在时间剩下42.8秒，我们来听听看教练。还是要放一次啊。但时间上，当然对达兴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哈，不到45秒钟的时间，还落后到8分。业余的比赛规则跟控制秒数来看，42.8秒要追8分的难度太高了，所以是不是要提早来采取犯规冻结时间，是达兴的教练团可以考虑的策略。是，因为如果这一波你没有办法守下来，24秒被浪费掉的话，那只剩下不到20秒的时间了。
起来就是要采取犯规战术，这是聪明的战术哦。因为42秒，如果你被耗掉24秒，只剩下18秒，要追8分真的不容易，所以干脆提早来采取犯规冻结时间，考验一下台啤队罚球的稳定性。No， 提醒第二次要抓篮板，第二次要抓篮板，攻快一点，没有进，还有第二次要攻快一点。两罚，留着第一球罚进。第二罚没有罚进，不过篮板球被 O'Brien 再拿到，65-56。我是利用这个犯规战术呢冻结比赛的时间了，但是达兴的篮板球抓不下来。你防守篮板没有保护好，追分就更不容易了。O'Brien 的价值就在这里，你看他比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尽管台啤赢球的几率蛮高的，好像在打鼓一样，岳云丽，他把 O'Brien 的背当作这个鼓面在打，你看 O'Brien 也不会生气，因为他也很清楚哦，这就是个策略性的犯规，哇，结果篮板球又没抓到，现在只能再对王浩吉犯规，哇哈，或者说抢篮板球就是这样子的，但。大家都知道要 box out， 要 box out， 要卡位。那有时候那个篮板球落向，其实反而不是你原本想象的地方。比赛真的很邪门哦，所以在球场上就是这样。一旦你的手气不好，你的球运不好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是王浩吉的罚球。好，现在罚完之后呢，达兴队请求暂停。67-56，现在台啤呢取得了11分的领先，距离这场比赛结束呢还有35.5秒钟。基本上这场比赛呢对台啤来讲，看样子应该已经10拿9稳了。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稍后呢会进行开幕典礼。那开幕典礼完之后呢，预计呢将是晚间的7:30。当然可能会稍微有点点延后了哈，因为第一场比赛进行时间也比较久一些。将会有这个福原建筑来取代是富邦勇士哦的这个开幕战，也是编号第2场比赛。福原建筑当然要寻求这个4连霸的球队哦，那么富邦勇士呢，则是在这个赛季从台湾大更名，更名之后呢也换了新的 logo， 同时也换了一个所谓的新的企业形象。我们也在之前看过未来体育新闻呢，去采访到他们这套新的球衣，还有新的视觉标志，看起来是非常的潮流。以球队的新的识别标志跟 logo 来看，哇，这一套的设计富邦勇士非常的 NBA 哦。那当然，今年富邦勇士换了新教练，也有新的洋将，必须要重新来磨合。我是不是能够捍卫等于说撼动了浦原国内霸主的这个地位呢？拭目以待。朱一宗外线出手不进。篮板球被王浩吉拉下来之后呢，现在是再次形成了犯规。现在只要一犯规呢，就要送台啤的球员呢到罚球线上去。O'Brien， 今天他的工作应该已经是告一段落了。现在台啤呢准备要把龙鸿源换上来。哇 ，O'Brien 的状况真好。对台啤来说，只要 O'Brien 的体能够好，保持健康的话。台啤永远都有机会哦，因为他真的太全能了。对，经验老道，低位能打，
中远距离的投篮能力跟传球都非常的到位了。以球技来说，他真的是七队里面球技最好的洋将。这又是第二年在 SBL 了，完全知道这个该怎么来打。而且他主要是他完全不打体能球，他用脑筋跟用技术来打球，再加上他有妻子的身材，有非常棒的投篮的感觉哦，所以他往往知道自己的优势该怎么发挥，怎么运用自己的传球跟队友来做一个更好的搭配。一个 O'Brien， 然后去年台湾大就是富邦前身台湾大的洋将 Neville， 这两名洋将其实都很会用头脑打球，而且都有时候中长距离的投篮。这边吹的是龙宏源的犯规，今天要打新的球员的到罚的线上。还有21.7秒。邵远凡应该是讲英文的哦，这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他都跟我讲台语。其实我们私底下都会讲台语。问题他刚刚是跟 O'Brien 讲，69-57，还有21.7秒。朱一中，第二罚也罚进，11分的差距，时间剩下不到25秒钟。我用这个球在压迫的情况下，结果台啤发生失误了，达新的球。这个球想快速拿2分，但是并没有成功。达新不犯规了吗？那现在这个时间其实也蛮来不及了。好，这是第12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台啤呢就几乎是在一路领先，开局呢就打出一波14-4的攻势情况之下，最终是以69-58击败了达新。在第12季的 SBL 超级篮球联赛哦，台啤呢是率先的取得了胜利哦，那达新呢则是应该说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之下呢，输掉了这个第一场比赛，不过这赛季也才刚刚开始而已。那么稍后呢，当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开幕典礼。那么开幕典礼之后呢，则会有今天呢，这所谓的开幕战呢，要由这个璞园建筑呢来出战是富邦勇士哦。那我想今天台啤有蛮多球员表现非常的出色，特别是地主中的地主蒋玉安，我们要把访问交给郑磊。好，所谓地主中的地主啊，玉安这场比赛你在下半场其实上场的时间还蛮多的，可不可以来谈一下在第3、第4节教练给你的工作是什么？教练就是叫我在场上就是做好组织方面，然后节奏掌握控制好，不要就是太慌张太急，毕竟第一场打 SBL 会紧张比较急躁一点的。那真的会有点紧张吗？当然会，而且非常紧张。感觉不出来，玉安这场比赛打得很好。讲一下今天的比赛，你们让对方得不到60分，防守的部分，教练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责任，让你们做好，可以让对方的分数压低？教练叫我们从防守做起，那我们尽量就是他们配合接到球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缩到里面，尽量就是缩到里面协防，对不对？最后来问一下，很多这个球迷其实都很期待啊，就是说你的第一次的灌篮什么时候会在 SBL 出现？自己有没有设定什么时候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完成这样子的灌篮？我觉得不强求，顺其自然，因为我觉得像这样没有灌篮，但是我们球队赢球这种气氛，我觉得比自己灌篮那种气氛还要好。对，那至于什么时候，我觉得顺其自然嘛。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请教一下玉安了，在新的球季你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个人奖项，或者是说平均上场时间、平均得分，有没有设定给自己定立一个目标？我想先从在球场上就是自己争取自己的球场上时间，那能在球场上越久就是靠自己去努力争取嘛。那我觉得个人奖项是还好，我是比较从希望像球队这样赢球开始做起的。好，谢谢玉安，也恭喜你们赢球，谢谢。现在把时间交给立群。好，这场比赛呢，台啤呢就在几乎是一路领先的情况下呢，击败了达新拿下了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哦。那也提醒大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稍微进行的是第12季超级篮球联赛的开幕典礼，而接下来会有开幕战，要由富邦勇士来挑战是璞园建筑。好了，我们第一场比赛转播呢在这里完全告一段落，非常谢谢球评的蒋评，我是张一群，请代表全体辛苦的工作人员，稍后有开幕典礼以及开幕战，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篮球台。You didn't think I'd notice.
You thought I wouldn't find out. You didn't know it mattered to me. You know that was a cheap shot. How could you even